大家好，我是金志南，现在是7点钟，今天事情比较多，首先要给朋友到朋友公司去给做提报去，陪着做提报去，完了还有一个面试和朋友另一个朋友要带着我去一家公司去面试，出发天还黑着呢，还在下雨，走，一起出发。7点钟出了门，现在是8点35分，来的有点早。先在一楼那个接待区先休息，坐一坐，等等他们吧。他们9点才上班。前门呢是需要那个他们内部人员才能打开，现在也开不开，那咱就到后门进去吧。冷冷清清的，来太早了，先在这坐会儿吧。这边约的时间临时有变动，然后我那边的面试时间11点，我只能现在先赶过去了。这边也帮他们把 PPT 调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咱们出发。